宵夜金枪鱼。现在已经是凌晨的1点钟了，师傅们忙完啊就都回去了，只能咱们独自享用啊。哇，这块是赤身，赤红的赤。嗯，哇，上头了上头了，芥末给多了。吃起来吧，绵软当中又不失那么一丢丢的韧性。哇，这个口感真是绝了。真有劲儿啊，爽。哇，蘸芥末太多了。这块是中腩，看起来要比那个赤身肥很多。